们请主席致辞，基隆社区大学校长廖校长，请致辞。戴教授，各位贵宾，各位伙伴，大家早。早。今天真的是一个盛会啊！南宫基隆人不能不知道基隆市啊！今天大家都可以了解到基隆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因为今天所有来的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啊！不是只有坐在前面的重量级的，坐在下面的更是重量级的，大家给自己掌声鼓励。这些重量级的人物呢，我们就一一的请来做个介绍。好，我们请这个司仪帮我们来做介绍。好，首先介绍，我们议长的秘书林秘书。好。我们的立委秘书涂秘书。还有基隆市政府参议杨参议。杨贵杰、杨佩玉，基隆市教育处宗教科郭科长郭嘉文，文化局展览艺术科李科长李小梅，政治大学戴宝春戴教授，基隆社大资深讲师李正仁李老师。大学海洋大学教授曾子良曾教授，北投社区大学谢校长谢国清。我们今天非常的光荣，有这么多的贵宾参与，还有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隆社区财团法人基隆社区大学我们的大家长执行长，大家好，副执行长钟涵。谢谢各位与会的贵宾，那我们请贵宾致辞。因为这个是刚才我已经讲，我又在叫我讲，好，我想今天其实重要的不是我在讲，好，应该要请我们的，因为大家在要的是要听我们这个戴老师，好，大家是不是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一下戴老师，好。今天他会有非常这个精辟的这个讲个演讲啊，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收获满满啊。我们把这个棒子交给我们的执行长。好，那在戴老师呢，是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的第一场的主讲者。那我首先呢，在这边呢，要感谢今天参与的许许多多的贵宾、学者、专家，也要谢谢。今天来在假日中来关心基隆学发展的好朋友，事实上，我想我们基隆社区大学哈，多年来对基隆学的发展有深耕有发展，可以说是不遗余力。那我想在这边呢，活动开始之前，特别感谢几位，我非常非常感谢哈，早年在我们基隆社大播下了。这个基隆学发展的种子的，第一位就是我们的曾子良曾教授啊，非常非常感谢。对，曾老师啊，对我们基隆文化局许多基隆史的发展都有许许多多的投入啊，很早就提出观光造景这个产业造景观光造势啊，那这个对于基隆。也是我们基隆文史学会的理事长，那我也要非常感谢第二位啊，就是我们谢国清谢主秘啊，那谢主秘啊，以前是我们基隆社区大学的工作伙伴哈，在他服务基隆社区大学期间，他对基隆学哈的这个推展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啊。那第三位呢，我要感谢的。就是李正仁李老师写抗力了，他们是实务的中立在做抗力啊，还要感谢，就是我们也是感谢，也是追思，非常非常感谢现在不在座位上，可他的精神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的黄国雄黄老师啊，那对黄老师呢，他很努力，很认真啊，
在我们的台语文化社啊，来为我们基隆市的市民对基隆学多一份认识，投入了很多很多的心力。那虽然他不在我们的这个在场，不过我相信他的精神呢，永远在我们基隆社大有许许多多台语文化社的学员们哈、啊，都不断的秉持着他的精神，在我们曾子良教授的指导之下，继续这一份努力。那我也要谢谢我们杨慧杰杨参议，他多年来哈、啊，在文化局局长的任内，或是在现在的角色，都非常给我们社大许多的鼓励和协助。那同时也谢谢今天来莅临给我们指导的议长的秘书哈、啊，还有我们的蔡思应蔡委员的秘书涂秘书哈、啊、也到了哈、啊。那也谢谢今天要给我们指导的几位教授，谢谢我们文化局的协助哈、啊。还有我们科长哈、啊，宗教科郭科长哈、啊，每一个活动都出席，昨晚也在这里了哈、啊。那我们谢谢他们，我先这样报告好吗哈、啊？待会我们开始，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请其他的贵宾好吗？校长，我就这样传过去喽哈、啊。好，那我们杨参议先给我们勉励一下。听教授演讲比较重要。那。那这样我们就要，我们请来来来讲几句话，讲几句话，代表一下，讲几句话，谢谢。谢谢杜志警长，戴校长及有在座的所有的教授、校长、贵宾及所有参加今天研讨会的所有嘉宾，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今天非常荣幸，非常开心，代表议长送我去参加基隆雪的研讨会啊、哦。那看到一大早就这么多精英在这边要一起来认识我们的基隆哦。那我想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研讨会，因为基隆建港130周年哦。那借由这个活动，让我们能够更认识基隆，了解基隆，我想能够更爱基隆。那我在此代表议长祝福今天研讨会能够顺利圆满，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谢谢。谢谢啊、哦，不好意思，我们的廖校长啊，以及我们的杨参议、啊、郭科长、李科长啊，以及戴教授、我们李老师、曾教授、谢校长啊，以及今天各位的与会贵宾、先进啊，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啊、很高兴哦，也能够代表蔡思应委员啊来这边参加这么大家关心、这么基隆的文化的一个研讨会哈、哦。那相信在各位这么多的努力之下哈、哦，其实我们基隆真的有很多的文化历史哈、哦啊、可以去做研讨啊，很多的一些老的照片啊，以前一些老的一些文化背景，真的在再次的开发出来的时候啊，都会让我们真的很感动哦。那在这边感谢各位教授老师以及各位先进的全力的在这边对基隆历史文化一直在推动啊，让他们在进步哦。那在此代表蔡思应委员感谢大家，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这次研讨会顺利圆满成功，谢谢。谢谢哦，这个我想大家期待的这个时刻就到了哈、哦，我们现在就直接就进到我们的这个主题哈、哦，我们现在把棒子交给这个